因为我本身我是阿美族，福克斯，福克斯，阿美族也是头发的意思。做美发已经30年了，最主要是感谢原民会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可以回来台东服务这些，培训这些原住民青年。这样，希望说，经由我的培训，哈，他们可以回到部落自己开店，然后贴补一点点家用，是这样。我想要能做到这样。你们会发现一进来，你们会发现它都是木头，很平常这样。不是像一般人家沙龙那个很正式这样，因为一开始回来台东的时候，这是我跟那个台东在地的工艺师一起合作的，就在糖厂那里，因为他专门在做漂流木。我们福克斯的特色就是很原住民法，很热情，这样技术又好。洗发以外，我们会帮客人做肩颈按摩，完全的肩颈按摩。还有刮痧，这样让客人觉得很舒服。我们就专业嘛，然后就是会常常去外面去研习，去吸收更多的东西。我们本身在店里也会去自我学习啊。希望说我以后的福克斯这一间，到各个县市、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福克斯，也可以帮助在外的那个小朋友，就学生啊、年轻人啊，或是二度就业的妇女，来到店里免费的学习。所以我希望说，福克斯可以到各个，可以到各市，可以看到福克斯，原住民的看到小孩子看到福克斯，很像说啊，这是我家。让他有那个感觉，又可以写技术，我可以帮他这样。还有一点，我觉得更有意义的就是，我还可以出去帮助别人需要我的人啊。像我们常常去做义检，走入部落里面，走到那个部落里面，或是比较弱势里面，去帮他们义检或老人院去义检。我不知道说我们做美发可以这么有爱心，可以这样子去回馈社会这样。是这样，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在这边，没有别的。